嘉音在跟你的小瓶子讲话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嘉音？来看看妈妈吧，看看妈妈吧。嗯。啊。嘉音没有大便哦。小嘉音，你在看什么？小嘉音，嘿嘿嘿，他在这里很舒服，是不是？嗯？哎呦！他在这里是不是很舒服？睡觉了，嘉音，有没有要睡觉？嘉音都玩了这样久了，要不要睡觉觉？哎呦，嘉音身上香香的，嘉音身上香香的，香香的小嘉音。怎么了？